以歌传情，梦想启航，同心筑梦，心手相连。三万多名的华裔选手，1300多家海外承办机构，以桥为桥，唱响全世界。参加香港澳门赛区，唱响中国心。走向繁荣富强。复赛决赛大胆创新，首次实现网络实时线上比拼，千万点击量，大赛影响力空前。深情回望，继往开来，我们相约十年，我们心在一起。2020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，海外华人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海外成人组金奖获得者，英国赛区段真真，恭喜你。这一份获奖的幸运，首先要感谢主办方、各国的承办方和评委老师们，所有人的辛苦的付出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非常非常辛苦。还要感谢我身边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的无私的支持和鼓励。十年磨一剑，唯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，因为我们越长大越懂得梦想是很奢侈的事情。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先生这些年对我的理解和包容，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想我是多情种，我已成败论英雄，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海外成人组银奖获得者，法国赛区王小龙。我第一次参加水立方歌唱大赛，拿到了这么高的荣誉，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。我会继续坚持创作，坚持歌唱，愿全球的疫情都能够早日过去，今后有机会真实的站在水立方的舞台上，为大家唱我自己的故事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，谢谢。获得本次大赛海外青少组十强的选手是法国赛区蔡天之。获得最佳组织奖的是欧洲时报。